有没有补铅笔？有吗？谢谢谢谢。啊，状况怎么样？谢谢，小心。好。OK。谢谢谢谢，您的手好了吗？谢谢。好。所以，总裁的身体应该还好吧？现在。他目前有在服用药物吗？好，谢谢。好。因为我就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他而已。哦，你就进去的时候看到他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你有看到那个吗？陈晶晶他们。有啊，我出去开庭的时候就跟他排在后面了。排到后面。对啊。啊，你有没有跟他关同一间？没有，他们都保护起来。他们都保护起来。对啊。哦，啊你，所以你平常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几个人？没有，因为我跟他都是境界的。哦，你跟他都是境界。对啊，一开始都是境界的。哦，所以放风的时候也是境界。没有放风。哦哦，你们觐见都是没有放风的。觐见没有放风。哦，觐见没有放风。对啊。哦，所以开庭的时候才有在一块。对啊。啊，你看陈晶晶的身体还好吗？算还好。算还好。对啊，就是坐轮椅啊。坐轮椅。对啊。啊，那个阿伯呢？阿伯很正常啊。哦。阿伯很正常。是啊，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个什么，副市长冯振生。哦，冯振生呢？没有看到，就是有秃头的那个，有一点秃头那个。他我没有看到。他你没有看到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只有看到他们两个。对啊。哦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Okay.